今天我们来收纳，新的罐子又到了。首先是14种野菜粮，里面含有14种蔬菜，可以保证仓鼠的营养均衡，侏儒和金丝熊都可以吃。先装起来，一包还没装满，下次可以用来装粮食了。然后是草莓威化饼，我和仓鼠都喜欢的零食，一打开就闻到了香味。先装起来，我可不能当着大家的面偷吃，并不是我想吃哦，只不过是这么多一盒，鼠子也吃不完，我得给他们分担一下呀，你们说是不是嘛？然后是苹果味的营养泥，平时可以给鼠鼠做下午茶，还有化毛和美毛的作用。罐子的高度刚刚好哦，还有几条新到的营养泥，都装一起吧。马卡梨乳饼，里面有2包，先来装一包吧。一包的话用小罐子就可以了，这个有很浓的奶香味，吃起来脆脆的。然后是玛卡牛奶脆脆，刚到家就被我吃了一包了，牛奶味我就没吃到了，反而有杏仁的味道，你们说奇怪不奇怪？然后是草莓爱心泡芙，打开看看里面是长什么样的，真的是爱心的形状哦，还有很香的草莓味，看得我都流口水了。最后是玛卡黄水，这个我就没尝过了，喝的东西还是留给家里鼠鼠吧，我就不跟他们抢了。盖不上呀，有几个站起来了。今天的收纳完成了，我们下次见。